捌听过这个名字的人，高过现在来回声已经袂强，所以好多人唔知呐，几十年前伫山花发生过这声音来形象。这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伫山有过熟人，头鬼做牛奶，耳鬼上白地，三鬼比较菜。迄个时阵个上白金块，价格贵，因此好在家庭无钱过生活的时阵，家来好贴好背个。伊用老先生方法来摸出来换到钱，当伊家去人推生个，就是惊损个，因为这条物去人个感觉是老二个。你也有细心留意，乡村个好在老厝个客厅拢是无做损个个，也是定心换起个个。你那人到因人袂惊断子作损，两只环保做边去顾着是咪惊损。那到另等，制作出原本个面街，只是土改时候，地打倒掉个地主个不好个，搬出来去广大民众徛起，所以当时作孙个事，甲因人个曝光。惊孙个，一个大厅才一了，好在厅还是当外店来全部做好供应个。平时临时隔到两班，熟个两户能解解。我伫人外顶有人陪生事，就着切出来去帮人做事用。子孙啊，背了崩了钱，还唔拉着你们？继续推生厝定到三百，好在老母人厝用了足，等于搭，遐就来挑厝定来大安。隔两朝挑一朝，落挑的时阵，会生出了背得钱个毛得个多个，只生呀。一个屋顶有病跳落来三红子，一个娘北来卖。当时人称这个行位叫做跳安，落座靠南北听过这个事。花红以前，条山只作四两斤老粗，大班大铁拢有角捞，至少就已经被跳得厉害了。两栋老板拢爱无要七七八八，好在家庭跳掉之后随便解了地，老板就着满。有个甚至两个角楼交界划波个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个提高，侨班落实政策，规范侨胞，出人也有能力起正水泥个厝，即个命硬挑安，阿婆硬好挑，即个社会也看来看来就着山消失个。